你先给我发几张身材的可不可以？还有吗？其实主播就是老色皮，你给我发张那个得劲一点的。哎，能介绍一点朋友认识一下吗？他是男生啊，介绍给你有啥用啊？你也没兴趣吧？我觉得以你这种说话，有点像色中恶魔的那种。色中恶魔是什么意思？就你不是爱收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吗？那收集归收集，跟色魔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都收集了，还不是色魔？那不看到漂亮的小姐姐吗？心动了吗？哎。小哥哥，你不用上班的吗？我现在不用上班，我是轮班的啊。但我上的时候，夜晚才是我上班的时候，我才会投入我紧张刺激的工作。紧张刺激？对。不是啊，你干啥的？去过那个洗浴中心吗？去过啊。您是那个大堂经理？哦，我不是大堂经理，我也想做，但是我是一个很卑微的小角色，我其实是一个搓澡呢。哦吼！你别闹哥。你去过吗？就北方那种澡堂。我去过啊，但是我就觉得你声音听起来这么年轻的啊。搓澡还分年轻的吗？ 你听我说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年轻力量大，搓得干净。那要是个老大爷，你一搓的话，那老大爷我得轻点搓，把他一搓给他搓到那个澡堂，给他搓飞了。因为力太大了，因为平时我也会偶尔健健身。我其实把这个搓澡当成不是当成工作，当成一种健身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啊。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单手开法拉利。你还没说呢。我是租车的呀，就是什么豪车都有。那你开什么车？就看心情嘛，今天穿什么衣服就配什么车嘛。我会单车吗？有。你妈买菜必涨价，超级加倍。你奶奶跳广场舞必抢不到 C 位。你不要看照片吗？我给你发了。像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？我喜欢高高的。高的标准是一米几才叫高高的？1.8米左右吧。1.8米高，可以，挺好。还喜欢一种男孩子，就是单手开法拉利的。那我符合了。你听我声音，你觉得我多高啊？听声音还能听出来多高吗？那你看我笔记上的照片，你觉得我多高啊？看点照片，感觉你应该是1.6米，应该1.6米。我听你声音，我觉得你应该有个1.8米吧。还可以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不到1米吧，不到1米，不到1.8米，是1.5米吗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那你具体猜一下，1.61米也是1.6米，1.69米也是1.6米。你大概不到1.7米吧？1.66米。矮了，我靠，1.66米还矮。那你在南方应该算一个挺高的一个女孩子吧？对啊，所以我感觉在南方很难找到男朋友。你个滚吧你！你的口气比你的脚气还大，瞧不起我。看你照片，感觉你挺高的呀。哎呀，一般般吧，主要是女生的鞋都有内增高，你知道吧？真的吗？好羡慕你们女生呢。像你如果遇到一个穿内增高的男孩子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不会怎么想吧，但得看他多高呀。怎么了？难道你是在暗示自己吗？不是啊，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是这样的。我听到无中生有。你放什么呢？你别放屁啊。你3天之内发际线必后移10厘米。那你换一次被子猫就会尿。你洗完刘海马上就出油。你蓝牙耳机永远就一个。你笔记本天天进水。你擦屁股必捅破纸。你化妆刷上面天天有猫毛。我看你是玩亚索梅伊，玩盲僧VR，玩游戏没有显示器。我看你是粪坑里面跳高激起民愤了。你我看你是3天之内必变矮10厘米。那不是应该你给我发一张，我给你发一张吗？你要看我照片啊，我怕我发给你你会受不了。既然你想看的话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假的？
假的，你那么有自信。哎，开玩笑，你应该是喜欢那种特别有男人味的，给你放上有男人味的吧。你要给我看你的汗毛吗？我要给你看我的身材。听说你喜欢腹肌，有腹肌的男的，给你发个腹肌吧。有。这个是你 P 上去的，你的脖子呢，哥？头是我的头。能不能再给我看看其他照片？好，那给你再给你发一张。这是霍建华吧？这是霍华建，不好意思。哥哥，你缺女朋友吗？我不缺的。就我还想把挺心上的姊妹都介绍给你的。真的吗？发个照片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不过他们应该都看不上你，你也不用看了。好。面对疾风吧。他打我。你帮我等一下，我打不过他。这个牙刷好厉害哦。怎么样，文宝宝的腿这好看吗？你还宝宝，我看你那比心上照片都快奔三了吧，我得喊你一声阿姨。那你长什么样子？你长得帅吗，哥哥？我长得一般般吧，一个鼻子两个眼睛的，长得像金城武。那我爱了呀。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我拍照？你信不信？那老板，你发照你的照片给我看看吧。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你知道精神小伙吗？精神小伙啊，知道啊。我看你挺像个精神小伙的。这位女士不舍不得穿成这样，你让那些学生顶得住我。在学校不这么穿。我现在有点好奇你长什么样子。那我发给你看。不是吧，这是你穿得这么仙。是啊。小姐，我能加你的微信吗？我们深入我交流一下。关注我就好啦，每天还能看我新上传的照片。真的吗？这真是你吗？你万一拿个网图，那我不上当了。肯定是我。你给我拍个视频，我瞅一眼，可不可以？那我去拍吧。要讲什么话？我随便说什么话吧，最主要是看你是不是本人啊。行。那你等一下穿个什么衣服给我看呢？肯定让你满意的那种。哥哥好厉害，想跟哥哥一起打游戏。你要给我加单吗？怎么样，喜欢吗？长得确实挺好看的。嗯，还行吧。有没有全身照？全身的。发你了。我记得你比心上面有这个照片，你是不是糊弄老板呢？你啊？我没有糊弄你啊。你给我发一张有意思一点的照片，平时不发这个比心上面拿吧。我找一下。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干嘛的？像我的工作呢，去年刚刚被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里面了。所以是干嘛的呢？我是一名光荣的人体按摩表皮污垢处理师。啊？什么？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搓澡吗？那你就错了，其实我是一个掏耳朵的。你直接说不就得了，还人体，我的妈呀，就跟那做什么智能高清数字化通讯设备，其实就是手机贴膜。这游戏打得不怎么样，嘴皮子倒是一套一套的。哎呦，你这张挺清纯的呀。还好吧。平时很喜欢拍照是吧？嗯。给我看看你的照片呗。你身材挺棒的呀。你觉得要不要我练一下？我练一下。你骗我怎么办？那我肯定不骗你。你不骗我那行，我在郑州，你现在坐飞机过来，你敢吗？可以啊。你说装啥呢？你跟我装呢？你要喜欢的话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。那你怎么跟我介绍啊？小姐，其实我摊牌了，其实我是个主播。小姐，你是主播？我去看看你。哇，真的是主播啊。看一下你怎么打动我直播间的水友。各位男朋友给我点个关注啊。那你能不能给男朋友发一个男朋友看的照片呢？我给你发了，就给男朋友看的照片。好。你93年的，看起来不像93年的呀。可能跟我平常的护肤保养有关系吧。啊。我有短发的时候，有长发的时候。可以都发呀。嗯，整理一下照片发给你。好。哇，你平时挺喜欢拍照的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我有所有女孩子的天性。你有点老了。哪里老了吗？就是穿的比较成熟吧。老爸，我再发一张你看看。挺漂亮的。然
老爸，你的声音好好听，你知道吗？还行吧。你就这样一蹦一跳的，就我撒的小星星就跑到我心里面了。你说啥呢？一蹦一跳的，我是猴子吗？还一蹦一跳的呢？小野，你是不是在人身攻击我？小姐姐身材太棒了，像你，我看你挺喜欢 cos 的，你是老 cos。老二次元了。哦，这个高雄旗袍是谁啊？高雄旗袍是另外一个纸片人。哦，纸片人。就这些角色，我出的角色都是我老婆。我特别喜欢看美女，我感觉我深刻的性别。哦，有点东西啊，小姐姐，身材太好了。你刚刚还说我瘦弱。你不是 cos 那个不知火舞吗？你要看不知火舞，我给你发。还可以吧？可以，你那个身材可以啊，小姐。老板，你还想看 cos 吗？我还有好多好多。cos 啊，你可以加我好友，我们好好的交流一下。我平时也喜欢看 cos。好，我加你了。我靠，这么狠！这是你啊，长得还可以啊，小姐。略有几分姿色，那我能看看你吗？看看我，让我死了这条心。我怕你看了我照片会不能自保。我看一下，你太假了吧？你是妄图吧？这真是我，再给你来一张全身照。老板，你穿这个绿色背心好像个王八。你再说一遍。刀呢？不是，哎、绿色加黑色。我有点忍不了你了啊，小姐，我觉得我要惩罚一下你了。对不起，老板最帅了，能不能不要惩罚我？那你能不能给我发一张带腿的照片啊？嗯，可以啊。哎呦，小姐姐身材这么好，脚好细啊，而且好高啊，我好。我都说了，我1.72米。没有其他的照片了吗？有、啊。发个其他的照片呗，不凉快不要啊，凉快一点。那你看看这个可以吗，老板？哎呦。我这把输了的话，我倒立吃屎。那屎不好吃，我屎不好吃，你吃过？我没吃过。你没吃过？那你但老板，你上把亚索的操作，我看了像吃了屎一样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完了，你这把死一次喊我一声爸爸。那不行，有点过分了。那就要吃一个五星差评嘛，也还好吧。别，爸爸，可以。那我爸爸都喊了，你是不是给我看一下你的照片了？看看照片不过分吧？那我给你报个照片的话，你可以撒个娇吗？如果长得帅的话。行。长得好看吗？帅不帅？这是你吗？这是我。我的妈呀，你是志勋吗？你认识志勋吗？不会吧？这是那个月九耳人吗？我上一把没打好，要不给你发张照片当补偿吧。真的吗？但是老板是那么想要占你便宜的人吗？身材的话，我应该是属于前凸后翘的那种。一般有品位的男生都喜欢我这种的。那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你先把你的照片我发一下啊。我已经发了。挺好看的呀，邻家小女孩的感觉。是你喜欢的吗？啊，不是。算了，那就给你多发几张吧。啊，那行吧。不够看的话，我还有很多哟。这位女施主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主动呢？搞得我有点不是很习惯了，怎么回事？你是志勋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在下。那就对了。上直播的姐妹告诉我说，遇到你这种老色批的话，使劲给照片就完事了。我现在。